一，我不是胖，我只是积累了太多的笑料。罗斯佩罗。二，年龄只是一个数字，然后就是一系列的声音和折磨，比尔·科克。三，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个微不足道的人，那就试试睡觉的时候被一只蚊子咬一整晚。富兰克林·皮琼斯。四，钱不是万能的，但它至少让我们在豪华的沙发上哭泣。瑞克·布雷。五，为什么努力变成一个成功的人，当你可以变成一只猫，伊尔卡扎斯科。六，学会轻松面对生活，因为生活本来就是个笑话，只是有些人在前排听到了笑声，麦克劳林。七，我不是懒，我是节能，比尔盖茨。八，永远记住，你是独一无二，就像其他每个人一样。巴巴拉罗西。九，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，很快就会变成空盒子。弗兰克布莱克。十，不要让学校耽误你的教育，马克吐温。十一，如果拖延成为一种运动，我可能会成为奥运冠军，阿尔伯特莱因斯坦。十二，成功就是能够从一个失败走到另一个失败，没有失去热情，温斯顿丘吉尔。十三，人生就像一场自助餐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道菜是什么，但你得努力吃完，麦克劳林。十四，睡觉是最好的美容方法，但我有点迷路。丽莎·辛普森。十五，如果你不能成为一个彗星，就当一个小行星，环绕着自己转圈。约翰·列侬。十六，人生就像一场电影，不管好坏，都要演绎到底。阿诺德·施瓦辛格。十七，我喜欢把压力看作是一种香水，每天都会喷一些，但别淋漓尽致。十八，如果你不能改变风向，就调整一下自己的风帆，或者前脆拿出遮阳伞去沙滩度假。未知。十九，成功的秘诀是每天都有一个新的好笑故事，或者至少是一个搞笑的表情包。乔安妮·达伯希尔。二十，没有什么比起床的时候脸上挂个微笑更难的了，尤其是在星期一早晨。未知。二十一，爱情就像一部手机，有时候在最不经意的时候掉线，比尔·格斯比。二十二，如果你不能成为一个独角戏，就当一个小丑，让全世界为你喝彩。位置。二十三，如果你觉得自己无法影响时间，那么你从与一只蚊子在一个房间里度过一个夜晚，安妮·弗朗克。二十四，年龄是个问题，对我来说答案是不记得了，乔治·伯纳德·肖。二十五，生活就像冰淇淋，你要学会享受每一口，即使有时会融化，莎拉·杰西卡·帕克。二十六，人生犹如滑板，要想前进，就得学会怎么摔得优雅，未知。二十七，成功的秘诀就是每天都对自己说声加油，哪怕是在无聊的会议中，瑞秋·塞尔斯。二十八，如果生活给你柠檬，就别忘了找点盐和玛格丽塔，萨拉弗林特。二十九，人生不是奔跑吧兄弟，但总有人在追逐梦想，而另一些人则在后面扮演嘉宾，未知。三十，时间就像橡皮筋，把它拉得越长，戳到脸上的时候就越疼。汤姆鲍德温。